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晶，欢迎收看今日九月二十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五国断交，两国外交部长伫咧一点开记者会宣布，咱台湾和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基里巴斯正式断交。高雄警方暂将最近伫吉亚路养尸的嫌疑犯抓起来，韩国瑜批评中央关心治安、政治操作，苏院长嘛对嘴甲应。早起九点二一分，中央政府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传入手机啊来，电视嘛直接跳过来公视第十三台，报上风灾恩人的消息。九月十六，咱才因为中国下重力，用利益塞索所罗门斯这国的高官，甲台湾暂停邦交的往来。代志都经过无一礼拜，今仔日，咱的外交部长伫咧下晡一点又阁开记者会，宣布和南太平洋另外一个邦交国基里巴斯断交。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自本日正式通知我方，与我国断绝外交关系。对基国政府不顾多年来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多方协助与情谊，我方自感遗憾，并予强力谴责。政府也宣布，自即日起终止与基里巴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并立即撤离大使馆、技术团及卫生中心人员。我方也要求基国立即撤离其政府驻台人员。基里巴斯马茂总统及执政党部分人士一直对中国存有幻想。马茂总统于2016年上台后，仍与中国有经常性的互动。近来，中国政府也借由渔业公司或以其他商业投资为借口，常驻基国，渗透基国政府，并且扩展其影响力。五天断交两国，目前跟咱台湾有邦交的，敢若剩十五国尔尔。蔡英文总统早起是讲，一切的过程外交部拢有掌握。另外，明年总统大选进程，大家都嘛爱斟酌中国同款使用形形色色的部署，要来影响台湾人民投票的意向，干涉咱的选举。这个事情哦，我们外交部都全程掌握当中了哈。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在从现在到明年的大选之前，中国会试图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哦来干预我们的选举哦。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中国在国际上对我们的打压哦，跟利用我们的友邦都是持续在进行。关系国民党搁再继续开记者会，咧怀疑蔡英文破书论文的内容。蔡总统嘛讲，博士学位的确是真的，那本论文也是正版的，真实的代志都未假的哩。啊，国民党用这款将近抹黑的手路在咧选举，实在也不是好的作风啦。媒体人赵小康别讲，国民党内底有几伙人去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摕一条钱，大大条。不过郭台铭办公室即马说应讲。但敢有这款代志，就要等别日啊。郭台铭出会议录，家己才会讲出来。另外，郭文铁的 Facebook 的支持者，短期间增加真侪人，嘛互质疑讲，敢是开钱去买人市赞？台北市政府这边面也已经有回应了。郭文铁对李阳的批评无减少，家己面册经的粉丝落破200万了后，在十九短短的时间内，粉丝确实增加20000多人，让人质疑是不是开钱买市赞的数量。市府八会讲一条早拢是一挂阿达别的假笑话，和团队甲民众都无关系。希望可以停止这种，不管你是什么样理由啦，就是可以停止这种愚蠢的操作。国民党的民众党刷到来会变国会席次，国计划要派出骑兵参选区席立委，郭瓜王的革命嘛也被破局。那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资深的媒体人也了，讲有国民党大脑，甲郭台铭讨一笔真大条的钱。郭办是回应讲，这个代志无重要，是不是有这件代志？等郭台铭出会一路就知影了。记者综合报道。上最新的消息。美国华盛顿地区在九月十九暗时发生枪战，目前已经有一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这场枪战发生的案件发生在哥伦比亚关地这边的街边，离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才3公里远而已。根据 Reuters 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现时也无确定讲开枪的人敢有抓到了。不过警察机关是讲，拍算不是无人对象，拿枪出来滥三转迄款案件。
啊，警方内部嘛有消息讲，五个受伤的人应当是拢无生命危险。案情发生的地点，即马嘛还佫有大批警察汇集，伫咧处理收刷的工课。台湾高雄市原来连续几落暝暗时啊，治安嘛是无平静。唔只市长韩国瑜同个，讲若佫办袂好，分局长伊是敢换。警方昨暗有带队去到鼓山区，将八个养尸的嫌疑犯抓起来，啊嘛当伫咧追查案情、厘清证据。啊，毋过内政部市高雄部长昨暗去到高雄市警察局听治安的干部，韩国瑜那像是无啥赞成。伊批评内政部安尼先劳军动众，但是要甲观光客含来高雄投资的企业家拢赶赶走是无？看到嫌犯出现，在现场已经暗号八点钟的警察随即咧甲伊拉走，发现十九半暝涉嫌伫前镇一间恐怖店头前开枪的科技人士，可能拢比伫咧楼顶，随控制对方去楼顶抓人，总共八个人全部被抓起来，而且搁找到枪甲刀啊。再去前镇分局宣布破案，另外警方嘛伫嫌犯车顶发现真侪太阳花帮派的拍子。而且红磡店的少年的直播业者，就有太阳花的背景，嘛，让警方感觉可能跟对方有关系。我们的情资显示的话，他们的车辆曾经在附近徘徊过，相关的案情那个涉案的人他们还是哈坚不吐实。这个部分的话，还是由我们专案小组哈来持续来查证当中。八个嫌犯内底有两个嘛是做直播的，犯案的车马巴出现过伫少年直播住宅所在，警方当地向这个方向来侦办，啊，不过也无法度公开。不离个连续几落天发生代志，高雄警方的压力真大。区内派出所所长降调，而且伫咧刑事局长黄明照落南坐镇。传出讲，连警政署长陈家钦、内政部长徐国勇卖伫二十暗时来高雄，听即个治安汇报。敲锣打鼓的来高雄进驻，请问高雄市的形象受到这么大的伤害，造成观光客跟投资客停止的话，谁要负这个责任？而且在六都破案率，我们明明是排行第三。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又减低，有必要这样子搞吗？啊，不过中央大动作，煞予市长韩国瑜是真不满，讲安尼去影响到高雄的形象，而且佫呛讲，若是去影响到观光佮投资，甚物人要负责，嘛予中央佮地方关系无好的问题，佫一概来出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暗暝无平静，治安有风波，警政署派刑事局长罗南，内政部市高雄部长嘛亲身行脚到。但韩国瑜市长伊讲这是政治操作，不过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对嘴甲应讲，治安问题牵对政治去，这是出头乌白搬。啊，内政部市公部长嘛讲，若甲韩市长治安还好，代志发生头一日都有在条白血病，啥物人会去介意的咯？高雄市连续几日当中发生街头暴力事件，警政署正罕见地派刑事局长吴明昭罗南去处理。内政部长徐国勇伫咧二十，也会到高雄去了解状况。严哥被解头是伫咧靠高雄市长韩国瑜，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治安问题去牵拖到政治是闹剧。对于中央关心地方，又要扯到政治上，这一种所谓卡来卡去这种说法，都是闹剧。我想是他自己的解读了哈，没有人会去卡他。他如果把治安做得好，谁会卡他？第一天就把事情压制下来，谁会去卡他？市高雄强调，袂当予街头暴力事件的模仿加扩散效应自高雄发生。伫进前桃园、屏东拢发生过重大治安事件，中央并无大动作派人去处理。哪位认为中央对高雄有针对性？处理治安问题，当然中央跟地方一起来，但是有针对性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把整个行政系统当作民进党的选战在打。希望韩市长可不可以稍微专心一点，坐镇高雄啊，把这样的一个治安的情况把它抵定下来，再投入选举。我想让市民解除不安，应该是他最起码的义务吧。苏贞昌强调，地方的警政署长负责地方的治安，当地方有重大治安疑虑的时阵，中央派相关的首长去处理，并无妥当的所在。警政是全国一体，人民要求的治安也不应该有所区别。治安若做好，人民的生活才会安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卫生福利部顶日啊才宣布讲，要补助才会送去安养院住眠需要人长期看顾的国民，一年上加有60,000元。啊，不过这条补助的小目前敢那抓到四冬后，啊，就是民国112年，时到敢有法度继续，都要交予迄当阵的政府落去拍算。晚上才收到核定的
一些千层公文下来。那我们想说在第一时间就先，因为他们也一直反映他们的经营是相当困难，那所以其实我们规划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因为就是怎么样去做比较细部，在操作面上面是可以让它更周延。因为这条补助公布了有较紧，当有地方政府就表示讲，未赴安排卡手落去办这个公司，甚至嘛有的地方政府提出质问，讲这条线中央唔知有法度负担偌久，别日啊，敢会爱换地方来派咧？卫生福利部强调讲，按今年到民国112年，安养院断眠需要人长期看顾的国民，这款补助，少不拢会对长期照护的经费来拨，因为财政部伫咧列，今年一年冬。长期照护这边就收入339亿，经费是还阁充足嘞。现主持参加农保的农民，食了敢那一月日7000几块的劳农津贴那尔，讲起来日常的用途是有较安道。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即阵正咧研究讲，要让农民往哪来参加国民年金的保险，这个制度若改有成，别日啊年岁较济的农民退休一月日是有在条领10000较低。生活的保障讲起来就加真有。农民家己农保，逐个月照时纳78块的保费，就通享受着政府生活顶顶相关的补助。若加保满15年，年岁到65岁以上者，逐个月就7256块通好领，而且一路贴到人过身。不过即卖社会万行是拢总体，就农民员工安尼保是哪有够？一天200块一定会，我怎啊超过？啊，你若辛苦白听，莫讲啊，加所费啥哪无？敢无？啊，因真济咧，因无从事农业，啊，过来咧，伊厝的这个啊人情世事，伊嘛是爱操，所以讲今这个费用咧，佮无够。啊，政府可以的话吼，用参考其他的这个啊政策津贴咧，用佮提高。为了让农民吃老生活较好过，农委会当咧拍算，劳农津贴通阁加添国民年金其中农民年金的新制度。因为即卖农保干那发劳农津贴这条，假使讲未来也让农民加入国民年金保险，就会当补足农保所欠缺的部分。现在目前是7256元每个月的劳农津贴嘛，再加上国保部分将近有9200多块的。照顾的话，未来对我们的老农会有更多的保障。婚姻观农业处表示，婚姻是农业大观，有真侪农民需要照顾。未来若开放农民加入国民年金，对25岁开始投保退休相关，会使领到16000多块；对53岁以后才加保退休，逐个月要超过10000块通好领。若站在县政府的立场，我那也是真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所住的这个地球，土下的海底，拢全是大大片的岩石。啊，岩石都岩石中间烧曲，还是烧尖，就会变作断层。断层正正就是引起地动主要的原因。明仔载是921地动20冬的日子。英国地质的专家嘛，真斟酌嘉义梅山这大家这条断层。啊，中正大学地震学研究所的赵瑞川副教授，伊就用土壤、甘水的资料落去分析讲。梅山断层有影是比较咱资本的估计啊较长，咱都要斟酌哦。爬起来楼尾顶说明，中正大学地动所的副教授赵瑞川当地咧说明梅山断层伊的惊象。伊表示，根据较早的资料配合土壤分析，一般咱所知影梅山断层可能唔敢那到闽雄，应该向西延伸到新港附近。那从我们目前的资料呢，我们可以呢来推论说呢，它实际上它是有延伸到新港那个地区的，但是呢，它是在地底下呢至少3公里以下。就是选用石油探勘的技术，测量闽雄也够新港地区土脉的状况，发现有部分土脉液化，一中加做一条一条安尼进行，这就代表这个区域接近断层，才会出现土脉内面的水分为较深的所在溢起来表面，所以认为梅山断层可能唔敢能够闽雄车站。那它为什么会形成带状呢？那就应该是跟它的断层的形态有关了，因为在它靠近断层，所以它在1906年的时候呢。它的地震的时候呢，产生的力量就比较大，让它的异化现象呢形成这个带状。针对我们的了解，梅山、民雄跟新港土壤异化是不存在的。那对于中正大学教授的研究方法为何？那我们也会再做一个了解。
针对中正大学的研究，嘉义县政府也表示，地动所带来的灾害是无法度评估的，所以也会加强相关单位防灾的观念。同一个时阵，也会甲专家还有学者斗阵配合，做伙追踪短暂的状况，也呼吁民众要爱有防灾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改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改文水字，英国台湾发生大地动，历史上原来有几落摆，其中昭和十年有一摆大地动，新竹啦、台中啦，拢算当真严重。过当年就有人写歌册出来咧卖，即讲叫做《中部地震歌》。国政今仔日就用四句联来甲大家做回回想。啊，不是讲要讲凄惨的代志，让你心肝感觉艰苦；不是讲要讲这个老火老滴的过程，让你听到感觉心内真难受、真袂得过。不是，阮是要提醒所有观众朋友，咱时时都要提防，包含天灾地变嘛，同款。咱若有警戒、有提防，总是比较讲无张无敌来发生的时阵，咱无在调应变，搁较好。来，咱来听《中部地震歌》，日本时代歌册。头一拍国情，经一拍讲，一时死伤数千人，性命财产一时空。看咧啼哭大哭堂，翁咧哭某，某哭翁。军警协力来警戒，法骨尸首出来抬，救护活人设所在，壮丁青年一齐来。是啦。迄个时阵发生这款地动的代志，相信讲即卖较侪回老辈讲到，还阁心肝真惊吓。四个人都是在写，写讲代志发生的时阵，真正无法度防料想，一时间本来规间厝安尼定空空，结果话要倒尔，料想未到，暗算未到的代志，唔则讲看到真正啼哭大哭堂，翁咧哭某，某哭翁，家在。加在迄当阵，歌册伫咧记载，包含讲迄当阵总统府的《台湾日日新报》，也是民间的《台湾民报》，这些资料加加减减，咱拢看得到。看得到讲，确实游园也有真侪警察、军方拢有协力来救助。而且第二派国政警讲，救护活人设所在，壮丁青年一齐来。是啦，啊，要安怎救？四句人，咱继续甲听落去，过来。四句人讲：紧经布棚，予人烧；刷砖滚水，防淋烧。受伤的人哀哀叫，大坑细里无医药。较有相当的负荷，这群富贵有功劳，赈灾应该着救助，才袂防笑受灾咯。是啦，这两拍歌词，我那讲到真有意思。内底咧讲安怎样救灾？秘书讲，敢若镜头扑伫咱个眼前。虽然较早都无卡面啦，啊，毋过在偏歌个歌声，嘛秘书敢若记者咧，安尼描写较真详细。讲紧经布棚，予人歇，有影咧，因为无厝通住，厝都倒啊，暂时歇布棚。过来，刷砖滚水，防淋烧，对啦，都惊魂未定，所以淋一个滚水咧。啊，嘛有人受伤，大坑细里无医药咧。啊，这篇。中部地震歌，我哪讲？我哪讲？确实社会较有相当的负荷，看到社会困难啊，济困扶危有功劳。拄到赈灾，拄到这个大地动，好心的人一肯捐，一肯帮助国民，这也是好代志。啊，当然，这条四句人收尾尾啊，这句是倒头讲，讲赈灾应该着救助，才袂防潮受灾咯。有影，时代在变迁。昭和十年到今呾，已经安尼七八十冬经过啊，咱时代咧转变。即马咱的技术，包含讲咱的科技，包含讲咱的国家，地方的工课嘛，一定要做了，比较迄当阵搁较好。毋只内政部的消防署，为着要加强临急救灾应变的敏感度，搁有人员运用装备的技术，目前当伫咧南投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大规模的地动救灾的演练。这边启动几千人，佮将各县市地方遮救灾人员调真济来做伙操练。啊，今日早起九点二一分，两笔咱遮的观众朋友手机啊，嘛有接到国家级的警报，通知地动演习的消息。啊，所有全台湾的有线电视，拢有直接切过来咱公司第十三台。
报上风灾淹淋的消息。救难人员对八道关偷偷降落来，另外一边阁有救难人员对另外一个角落，带救难客入来灾害现场。救难客一路地都随听指示，入去搜救队内面救人。搜救员主要是利用他的现场瓦砾造成一个大规模的坍塌，里面的人员不知道受困在何处。在确认人掉在什么所在了后，救难人员出动破坏机具，先将大型的障碍物破坏，才利用生命探测仪确认受困者的生命现状。这是无依南投民宿倒机的时阵救援的情形。要去做搜索的话，我们会先请我们的空拍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救灾，会先请空拍机会去做大范围的搜索定位。完成之后，我们的人员会从我们的原来的既有道路会去做高空垂降的技术。那我们除了高空垂降技术之外，我们还会搭配我们的搜救犬。另外一边是无依落过西北雨了后。客机撤楼，民众掉伫咧海沙坡，出动树林艇救援。为着因应地动灾害，消防署伫咧国家防灾日进前，伫咧南投举办的大规模地动赈灾演练，除了动员上千人，嘛汇集各县市的救灾人力，就是要加强面对地动灾害的应变。消防署表示，地动属于复合式的灾害，灾后第一时间除了注重搜索甲抢救性命，伫咧预警、防灾警告方面，更加需要注重科技预警。电视频道的强制转台，那发布统一重大的讯息，那我们会在公视有预录一段影片，那所有的收视户都会转到公视。早起九点二十一分含十点，嘛，甲全国甲沿海乡镇发布地动速报含津波警报测试。同时间，伫咧早起十点五十九分，透过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将频道转到第十三台公共电视，公布报上洪灾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二十年前九二一大地动，算断2400多个国民的性命，是咱台湾人心肝底惨切噩梦。对北美洲的墨西哥这国来讲，九月十九也是伤心的日子。1985年九月十九，墨西哥发生7.8级的大地动，经过二冬，2017年同一日，竟然搁再发生7.1级的大地动。墨西哥的首都嘛，伫咧这一日举办紧急疏散的演习，就是望讲提醒国民，唔通袂记得提防甲警戒。墨西哥分别在1985年和2017年九月十九发生大规模的地动，造成总共10000个人死亡。今年官方举办联合哀悼纪念活动，甘那成半旗向死者来致意。En esta ocasión vamos a recordar a las víctimas, a sus familiares, amigos.A todo el pueblo de México, de manera especial a los que sufrieron por los sismos de el 85 y de el 2017.1985年的九月十九，大地震的规模是达到7.8，超过9500人死去。2017年九月份，墨西哥阁相连续拄到规模8.1甲7.1的两个大地震，造成超过500人过身。真拄好的是，九月十七这天，民众才刚拄好为着1985年的地震周年进行防地震的演练，几啊点钟了后转来发生地震，所以针对今年的防灾演练，大家拢真认真。Pues ese día también es el simulacro.Y de alguna manera nos sirvió porque cuando fue el temblor después de una hora, que fue la 1:15 más o menos, realmente la gente ya sabía qué es lo que tenía que hacer. Entonces sí se tienen que hacer ese tipo de simulacros para que la gente aprenda qué es lo que se debe hacer en caso de un temblor. 首都墨西哥城加百万的居民走出来外口进行模拟的搜山，大家拢唔敢急慌慌，因为面对天灾，干那会当随时做好准备，尽量来降低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时代》杂志顶日来刊出一张相片。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除掉少年迄当阵，加加起的面骨有手骨，拢插着乌的，就是咧模仿乌人的样相。这件代志嘛，引起加拿大的政治界议论纷纷。除掉总理伫咧九月十九竞选演讲会现场，搁再一摆公开回实咧。伊嘛声称讲，少年未晓想，这款伫咧踢笑别人的种族的机智行动，演过嘛唔知捌见过几摆。加拿大将要伫咧10月21日举行国会大选，总理杜鲁道的竞选连任活动才开始一礼拜，就传出种族歧视的丑闻。杜鲁道十九伫咧温尼伯扫街发表时阵，再度对这件代志公开回击咧。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deeply, deeply regret. Darkening your face, regardless of the context or the circumstances, is always unacceptable because of the racist history of blackface. I sh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n, and I never should have done it. 等到到离高黑时阵，伫咧私立学校教书，伊当阵不甲面甲手拢抹乌，扮作阿拉丁参加学校阿拉伯之夜的暗会相片，被《时代》杂志报道了后，这张固定的英怀种族歧视联想的相片，冲击着杜鲁道一直以来所讲做多元包容加和谐宽容的形象。杜鲁道伫咧2015年上任的时阵，伊内阁就一半是女性，三位是锡克教徒，两位是印第安的原住民。伫咧阿丁的相片了，直到又阁传出杜鲁道伫1990年代20岁的时阵，穿着 T 恤加牛仔裤，面加脚手拢抹乌的影片。杜鲁道甲记者讲，伊袂啥会记诶同款诶代志，伫咧少年时阵做过偌侪遍，并且讲，因为伊家己自身诶特殊背景，毋知影一寡代志诶轻重，伊伫事迄当阵无法度理解着伊诶行为对其他诶人是一种伤害。杜鲁道即寡少年时阵犯诶错误，正侪选择其他政党攻击伊诶重点。Well, I certainly do believe that Justin Trudeau has embarrassed Canada on the world stage in the past, and that this incident, no doubt, is not helpful.His own situation or that of our country. One more reason why I don't believe he's fit to govern this country. Canada CBC 新闻18所公布的民调显示，杜鲁道的自由党加第一大在野党保守党支持率是34.2%，对34.4%，差不多。所以就知影讲这场大选有偌激烈。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宝贝啊，人咧讲草啊，几万几多人。今年热天风太高，大雨阁连落遮济工，淹水的产量减袂少。计上嘛按七月就开始一直加。彰化街道肉丸店的头家娘讲，淹水比较猪肉阁较贵，免来砍的。不过无但淹水，人客嘛讲减一味，但得爱加去紧加咧，勉强阁再冻一开啊看卖咧。不管是食肉丸，也是食肉羹，真济民众总是袂使无这味淹水。大家拢认为特别的香气甲口感，会使让物件更加好食。多一味会比较好吃，味道会比较鲜，就是比较香气会比较足啊。而且看起来会比较好吃一点。不过盐水的价钱为6月开始就一直咧起，6月初每公斤批发价上低伫咧30元左右，到7月底每公斤已经破100，9月初一个要破400元，9月中旬虽然价钱有较落，不过每公斤嘛是爱200元左右，蒜苗价钱每大斤爱170元，比猪肉价钱也搁较贵，真侪店家拢讲特别挡袂牢。一斤170啊，比猪肉较贵，啊人客要用吼，嘛是价钱要用。最主要原因就是落大。啊，这所在有这药材，就产品化做物件，伊嘛足惊水的。季节上正常爱土地的九月半以后，哦，秋天进入秋天，北风来时候，伊这个产量才提高。正源水农民表示，介绍会起上主要的原因，嘛是七八月连续的大雨，所以乎原本惊水源水产量大大减少。但是小食业者唔敢甲成本反映伫咧介绍顶端，敢会使家己吸收。农民表示，入秋了雨水会减少，源水的产量就会使慢慢啦稳定，介绍嘛会慢慢啦降落来。记者张华综合报道。宝德利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门咧经营中国人客来台湾佚佗的旅游。阿妈有开设予旅行团的人客来交关的大型专卖店，因为时势变迁，宝德利决定甲开伫咧高雄甲台东的专卖店，含同业小夹店，阿妈遣散100多个员工。宝德利公司是讲，因拍拼转型找生路，目前是还阁无按算要试第二批的新路。受到旅客来台进入的影响，宝德利公司宣布旗下各部店。将分别甲高雄、台东的同级的店合并寄卖产品，确定要缩编。至今高雄甲台东114名员工也已经通报地方政府的劳动局。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希望说我们转型之后能够把这些员工再找回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一起打拼起来的好伙伴、好员工。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到相当的不舍，那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做法，因为只有断尾才能求生。宝德利旗下专门伫咧接待游客购物店甲旅行社，3年外前面临第一遍游客减少，就减少营业固店。
直播间即个那村高雄的珠宝店加台东的蒜蓉店，面对着今年六月禁令，宝岛理工会积极转型投资，不得已要断尾求生。旅行工会讲，六月团无来效应还阁伫咧继续，预计伫十二月将会是旅游业的寒冬。十二月、一月会是个低点，现在的国旅十二月、一月版就是常态性的低点。那加上选举之前，现在比较难撑过的可能是十二月跟一月这样。对对对对对。工会表示，业界大部分拢有预期的心理。旅行社目前是靠各路补助在力经，是也未出现营运的问题。不过十二月到一月将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希望政府会当积极开拓国外客源，甲大陆客跨口给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看完，咱来看台南。台南新营一间天后宫庙口，将中国的五星旗挂甲悬悬，表明讲因是支持共产党的。不过伫咧九月初，就防检机讲这间庙是农地顶头违章，主管机关嘛已经公告要拆。早起台南市工务局就会同警方去到现场执法。虽然有庙方的支持者去抗议甲喊话，不过总也是顺势将这间违章的共产庙拆脱角了。台南市府工务局一群人甲警方到现场，台湾人民共产党的支持者态度也无落软，有报道也在抗议。抗议宗教信仰迫害！台湾人民共产党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人民共产党天后宫，这是我们的自由信仰，政治迫害。台湾人民共产党划清算口号。认定是政府调工在打压，不过宫庙的拆除违建是事实，工务局也是依法开始拆。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执行的大概就是构造物跟建筑物的部分这样，这是违反那个区域计划法的部分。这个部分也可以依法拆除吗？这个部分也是违反这个使用了。我这朋友讲讲要来庆祝中秋节呢，我唔知啊，这个代志发生。民众是规个雾煞煞。因是雄雄去红桥来的，到现场才发现是要拆厝。这间伫台南市新营的天后宫，九月初红检举是违建，工务局判定建筑无申请建筑执照，违反建筑法。同一时间，土地使用嘛违反区域计划法，除了已经针对使用这块土地罚六万块，未来土地若无照农地使用的规定来改善，市府嘛照规定继续罚，罚到因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剪线直接看。三年前，有一个姓林的男性伫咧新店的街路边擦车，去撞到人的行李单，结果双方面刷口角，搁起脚动手，买手告对方冤气。这个林某人因为歹嘴，骂对方讲是姑的囝，刷去卡到刑法309条公然侮辱这条罪，去予法院判决拘役30日。即马到监察委员出来探讨讲，有的言辞敢袂当准作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公然侮辱这条法律。无定嘛违背宪法的成分在内的款哦。动手拍人的罪责比开嘴骂人更加轻。刚才因接到一名姓林的查甫人的电情，讲伫咧三冬前，为着要找朋友，伫咧新店的街路临时停车，去撞到行李单做行李，想要到双方去冤家。行李单姓沈的查甫人，佮对姓林的查甫人去下动手，林先生目睭因受伤报警，佮呛声讲你若是先离开，就是孤仔囝，讲一挂歹听话。事后两个人互相告去法院，行李单犯下伤害罪，被处拘役10天。但是林先生公然侮辱罪成立，被处拘役30天。你如果先跑的话，你就是龟儿子。他只是骂这样子，那他并没有说干啊干你娘这些，他说他没有说。但是这个法院这一方面认为他们的供词都是一致的，一致说他。有嘛？刑法第309条公然侮辱罪头一项就规定，公然侮辱人者，处拘役或者是300块以下罚金。啊，不过监察院认为，个人的意见表达、发泄情绪、骂人，最后嘛是属于言论自由，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所以调查报告出来了后，特别举行记者会谈论这个定情案，主张公然侮辱罪规定无下比例原则，有危险的意义。这个判决的启示就是，动口不如动手。当你今天。个人的意见表达或这个情绪的挥发，由法院来做判断的时候，说实在话，法院也是
基于主观啦。刚才委员指出，亲像真好人是柯顺美，厝头家张淑清，也拢捌予人告过公然侮辱。但是法官干那会当依照家己的主观来判定对错，侮辱范围牵涉了真宽，所以嘛呼吁妨害名誉犯罪应该要处罪化。这个案会议请院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顶阵啊，伫公共电视播出的《咱甲恶的距离》这出连续剧，嘛引起观众。开始咧想讲，社会有一挂治疗精神方面、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所面对的种种的困境。总是咱台湾一千人内底，就有三个人治疗思觉失调症。唔只系台湾主妇联盟和智力劳动社长期合作，提供精神方面留下有各样的人士有工作做。今日主妇联盟发表新册，嘛要描写因打拼、因付出，为着这精神方面有各样的人士所用心的过程。根本没有人懂我要什么。演员林特希伫咧台剧《咱和恶的距离》，将视觉失调症患者所面临的幻听、幻觉这症状演得真好。严重者甚至讲会影响着生活甲工作。好的演技引发外界关心精神障碍患者。只不过伫咧台湾，每千人都有三个人得着视觉失调症，必须爱伫咧真实的人生当中和疾病对抗。所以台湾政府联名甲智力劳动社长期合作，提供精神障碍者工作庇护所，协助因职业复健。在陪伴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就是要用爱，还有呢要关心他们。得到视觉失调症的患者，较会和社会脱钩。过去更加让人污名化，变成社会上无定时的炸弹。政府联名到三工，长期关心精神障碍患者。专家表示，除了亲戚朋友伫咧照顾，定也真疲劳。精神障碍患者，就算拍算要倒来工作场，往往因为精神的状况，让人拒绝。希望透过这本描述精神障碍患者心路历程的工作，唤起大众会当对更加宽的角度来思考精神障碍议题。我常常就是会接到被强制住院的这些障碍者朋友们他们的求救，就是因为他们被强制住院，然后他们非常的希望要出来。伫咧台湾，对精神障碍患者刻板的印象，各需要各界做伙打破。政府联名嘛，呼吁大众爱加支持这一挂精神障碍家庭，营造对朋友更加友善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上头。普遍，咱若讲到宋江镇，拢想讲这查甫人人多人抢。不过伫咱台南柳营，有一阵姆妈，一阵大姊，因组织一阵全拢女性的宋江镇，不论拿刀拿枪，对因拢无困难。不过你斟酌甲看，因所拿的兵器，拢是特别用塑胶去替代原本重块块的插头，让因会当轻松拿起来。柳营的女宿镇创造出家己的风格，用女性的力量。和宋江镇继续传承落去。赵定兴夜到人穿，这顶穿粉红啊色衫的全女性宋江镇拢有法度。这个特殊的镇头是由台南柳营树林社区的妈妈教室所组成的。较早社区有宋江镇，后来转去。三年前，这顶妈妈去为社区组织团入手镇。想说以前说，我们在市里社区。市里里有那个有一个宋江镇，所以我们就来帮他把它传承。特色就是我们没有女生的宋江镇，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组合一个女生的宋江镇。这顶社区妈妈用暗时用的时间对教练学要安怎走定型，也够有各种操练兵器的动作。考虑到妈妈平常时啊做工课、整理厝内辛苦，伊所拿的兵器也是特别设计，用塑胶来代替较重的茶，让伊当人家较轻松。他讲的昨天那里等于他十块等于跟我们差别。没啦，因这真因这做骨力做轻啦，眉角是安尼啦，昨天那眉角是提较袂出来，因为咱因咧用的是有限啦。太重嘛吼，因为他们要简单一点。那个是塑胶管啦，塑胶啊彩色一下，啊就用环保的那个物件，啊就怎啊做做边边的。这顶全女性的宋江镇，的号名叫做女秀镇，就是因为英国流传，电信国的军队有28个新秀，当初来到柳营的，就是其中的女秀镇，有人讲是查某营，用这个名来纪念这段历史。粉红色的宋江镇虽然无像一般的宋江镇气势威严，也不过女秀镇创造家己的风格，用女性的力量和艺术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看到查某赢这个大姐，确实咱想着讲，家己种一丛，
看呀看别人，即句俗语话。婚姻嘛同款，即卖有国家补助，婚姻县政府用第一当作主题，要找找婚姻第一的人物，因的故事引导落来的物件，用现代科技捡起来，予下代子孙世世拢会当真正了解咱婚姻家己在庄的故事。我们云林子弟在外面打胜仗，丢官阮摕金牌，回来拢爱绕街游行。提文书资料，讲起婚姻的过去代，这是婚姻好买的婚姻记忆库。无讲你可能唔知影，这个所在伫咧日治时期是好买登记所，也就是迄当时的地政事务所。文书工作者讲出保存历史的重要性。那个讲古讲的就是云林在地的故事，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的集结起来叫做云林数位故事馆。我们现在有480笔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展出的是云林第一的主题。很多的记忆应该传给子孙了，我这样挖记忆库啊，他就是要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婚姻观无家己的关系，那想要了解在地故事，通常爱用真侪时间来找资料。婚姻县政府怎打造国家文化记忆库，过来把文书资料找好找，保存每一个时的故事。那大家看到已经整理出来的这些云林相关的第一的资料，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有这样子也身上还是家里也保存的对云林这个文化相关的这一些就是资讯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你的文史工作者，在云林的每一个地方角落，像蒲公一样的去卷动，那国家文化记忆库它才可以完整化。把文书资料数位化，而且佮结合互动科技，互民众会使看到婚礼的过去。后回乡亲若是到后尾，除了写布袋戏馆、佮寒冬听写，也会使到婚礼故事馆对面的婚礼记忆库行行看看嘞。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出高人，政府嘛就要斗捧。咱国姓乡地方出嘉宾，当然咱来看讲，在地政府嘛举办2019年全国行嘉宾投啊比赛，不过得到第一名是伫咧台湾读册香港学生。一来伊也是专业的，不过你看伊的举止行动真有范。伊佫讲香港本身无正嘉宾，伊嘛毋捌看人行投啊，是因为兴趣才豆豆开始学的。一粒一粒青青的咖啡豆啊，伫咧行豆啊机内面洗呀洗，选手是真斟酌伫咧过火，确保每一粒行过的豆啊，拢会使有上好的气味。这是第三届全国咖啡行豆啊比赛，今年总共有40个咖啡歌手来参加，其中有5个是当地国姓人。咱国姓的咖啡有伊个真特殊，就是伊甲外国的豆啊是无共款的，咱有一个很特殊的风味啊，所以讲这空的当然可能。主场会有优势啦，因为阮本身对阮家己的豆啊较了解，啊，所以讲我嘛是咧推广阮台湾的咖啡，国姓的咖啡。将阿豆啊本身的特性也阁无够，平时也阁提前选手，行豆的时间就爱特别注意。哦，其实今年所使用的机器是台湾自己台湾造的机器这样，然后它的锅炉是双层的不锈钢锅。所以在受热的部分，它会把热能极大热能隔绝在外层的锅炉，内部的锅炉受热较少。所以如果今天要使用这台机器在烘焙的话，你必须要拉长适合的发展期，也就是让豆子有足够的膨胀的时间，风味才会香，香气才会高。经过评审试饮几啊轮，今年摕到全国咖啡行豆啊比赛的头名，是伫咧台湾读册香港的研究生。香港没有种咖啡，然后我自己也没看过真正的一颗咖啡豆到底是长怎样。然后那时候就去看到，哦，怎么这么有趣？然后就慢慢就有兴趣，然后跟老师学习。透过行咖啡豆啊的比赛，和所有对咖啡有研究的人，拢会使做伙交流，更加好国内外的选手有机会来南投国姓。向加大探讨更加多行豆仔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国姓的咖啡要行出世界，人讲叫做最近新广告。啊，那西丽的导游是老牌老二号。咱来看西丽文昌国校，这老师教囡仔来种有机的芋头，了解讲导游是安怎样制作出来、生产出来，将在地农业甲产业结合做伙，传落去后一代。婚姻西丽文昌国小的学生手提芋头的纸，准备要把芋头种在学校的土里。透过种芋头的过程，一直到收成，会使让囡仔更加了解农民的辛苦。因为好的芋头是做好导游上重要的头一步。不能种太深哈，啊，为什么不能种太深？因为黑豆会长不出
以后要更珍惜回购，不要太浪费。姐姐，你会来照顾他吗？要怎么照顾？帮他按时帮他浇水、除草、除草。西丽出产的豆油是全台湾有名的，所以文昌国小长期以来都有安排实农课程，要让小朋友亲身体验做产人的辛苦，也了解这个在地产业文化。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体验学习呢，能够认识我们西螺的在地文化、在地农业、在地产业，也让小朋友深刻的体验到实农教育的重要。那从土地到餐桌的教育价值，那过程中我们都会来教小朋友怎样除草跟防治的部分，都会使用有机的资材，让小朋友吃得更安心，让对土地的伤害降到最低，这样。学生囡仔透过有机和天然的方式来种芋头，唔呐会使学习安怎防治病虫害，培养因珍惜食物的观念，佮会当予文昌好导游的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一波上盖新，台湾即马剩15个邦交国，蔡英文总统针对基里巴斯断交，已经有向中国发声。咱来看蔡总统上盖新的讲法。那我要告诉大家哈，从我们所掌握的资讯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哈，中国会持续的有很多的打压跟胁迫的作为哈，那他们的动作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哈。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想扭转这个总统大选的战局哈。那他们试图用打压的行动告诉台湾人说，我们不能买战机，我们不能称香港，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会向中国低头的总统。那么因此呢，我在这里要代表中国台湾坚定地告诉中国，对一国两制我们的答案只有三个字，就是不可能。来看日本人，甲有徛家，有农耕地，有水库啦，甲溪流，佮有山坡的所在，称呼叫做里山。这款所在环境来顾会好，大自然的资源都有在条循环，会当继续固定利用。行政院农委会花莲区农业概念场，搭着邀请真侪国家的学者来参加国际研讨会，会中嘛特别介绍花莲在地有机佮无毒的农作物。证明讲，咱已经有咧走向里山这款大自然和文明社会互相保存、互相支持的路途。为着要参加里山创建亚太地区国家，会当看到台湾的新迹，花莲农改场特别甲即届2019年国际研讨会带来富里乡的芦山有机村，参观有机无毒的农业了后，再过来体验做豆奶、甲豆腐等等的产业，和国外学者感觉足新鲜的。其实做的有时候还比日本当地还来得好，因为尤其是像跨部门的一些活动，都我觉得台湾这个经验可以跟其他国家做一个分享。让其实台湾在2015年才加入去里山创业，阿姆哥华人因为有机无毒的农业定金正深，所以伫天都面顶完全袂输乎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丰南、水尾、富里，拢是符合里山创业所在，伫咧自然甲文明找到平衡。台湾虽然加入的时间不长，可是我们很卖力在推动这一块，也就是说建构了整个一个永续的环境概念，也就生产之余，在生态、在生活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整个农村地区谋求最大的一个产业价值。里山创基上早伫咧2010年伫咧日本名古屋强提出来，意思是自然甲文明发展的时阵，人类必须甲自然共生才会当永续。所以这几年研讨会，各国拢伫研究执行里山创基时阵所拄到的经济、文化、政策影响。那在台湾的花莲这一部分呢，做得很好。那我们有邀请东南亚这一些国家的讲者来讲他们的经验，所以就怎么样的把台湾的经验能够跟国际的经验连结。花莲农改场强调，讲这届会议以人类福祉做主题，在咧发展文明的时阵，甲自然达成友善的互动，而且加入去生态旅游，才真正符合里山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统计讲，去年有11,100+15岁到19岁青少年去吃头路，其中有70%月薪都无到25,000，里底原来有真侪需要人加倍关怀这款青少年。立兴基金会自9月开始有甲一挂企业合作，或者少年家去人的公司训练，学习体会讲安怎样好好啊吃头路做工课，会当讲未来真正大汉做事的时阵，
训练了更加好呢。调配水果饮料真实手，边啊，搁有家己做的沙文。21岁杨勇因为有雷兴基金会的帮助，渐渐啊清楚未来咯。也毋过回想17岁头一遍找临时工工课的时阵，唔知会当做啥物，买伫好公司拒绝。因为还不了解怎么向主管回应，或者是他问的问题，我该怎么清楚回答？对，所以那时候常常会因为这样子错失了工作机会。你哩安怎写，面试要怎应对？杨勇认为，就业合作和做工课体验相当的宝贵。雷兴指出，去年15岁到24岁，少年人的失业率有11.54%，平均每9个少年人都有超过一个无头路。就算找到头路，有5/6的少年人是非典型的工课，超过70%人薪水不到25,000。平均下来一整年所有的开销，我一个月至少必须要赚14,000块以上，但这还是不包含存钱，所以等于我抓保险一年，我一个月至少一定要排10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数。比如说我们很多青少年是在夜市打工，哎，夜市有没有劳基法？没有，他可能洗碗啊，买东西啊，切菜啊，学历限制无技术，为了弱势查某囡仔过来带囡仔，国光华青少年找工课无顺利，无可能去红白色。雷兴姐伫咧企业支持之下，伫咧今年9月到明年6月，针对120个16-24岁青少年提供务必服务，协助因找头路会当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近来有要去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乡亲，咱来注意，因为这三个国家空气拢真歹，拍算不定影响咱的健康。所以的镜头，咱当看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卡掉咧，因为印尼火烧山，灾害真严重，有1,500+学校停止上课，暗那学校关起来，交通嘛去影响到，现主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拢讲是对方的责任呢。过来看澳洲目前有200万户触顶到太阳能板，不过已经有较旧的无法度用的，人拢直接拼去粪扫场，造成环境污染。因为目前澳洲这么大国，干那一大太阳能板资源回收的工厂。在澳洲西北边热带城市达尔文，一片派去的太阳能板对一号冷气触顶跳来。跟其他派去的太阳能板同款，拢被带入粪扫堆。The aluminium frames will go into our skip bin, and the metal can be recycled, and that just leaves then the glass and the back sheet with the cells to go to the landfill. But it's not good. It's not what the industry wants. That's for sure. 太阳能产业制造了偌济粪扫，目前也无精准的统计数字。也毋过，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的教授史多华警告，因为普遍装卸太阳能板只不过是最近10年的代志。Most of the solar panels being installed are only been installed in the past decade. These panels last 15, 20, 25 years, so the problem is coming. 目前澳洲有200万户家庭注定装太阳能板，高雄估计到2050年会出现150万栋的太阳能供电废弃物。严格说，全澳洲只个那阿德雷德有一间太阳能板资源回收站。From our perspective,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overlooked.From the very start, I guess, of the installation phase. Maybe the regulation needs to require that there is a cost component in that new panel that i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the recycling at the end of those panels at the end of life. 现在在澳洲是无国家级别法令来规范太阳能粪扫的处理方式。联邦政府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建立相关规定，或者是产业自己自律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这两日咧，咱台湾因为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北部啦、东北部啦，规日拢有雨。啊，东部、东南部、甲南部地区，原来有一挂角头加减会喷雨。另外，澎湖、金门、甲马祖，云有较厚，不过雨水是较无。所以，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的资料。北部23度到27度，中部27度到32度，南部27度到32度，
东部28度到30度。大事讲国情，小事讲生活。观前看台湾，顾后看海外。台湾四时春，国情报新闻。有话实在讲，敌人学敌军。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下礼拜咱再会，多谢你。Thank you.